新闻首先，咱先来关心着嘉义市的消息。嘉义市最新优线电视自11月14日正式以全数位化信号进行播送。嘉义市率先全国超越6都，成为全国第一个完成优线电视数位化的行政区。今仔日举办迈向100%打造数位新生活记者会，NCC 主委赵世和、嘉义市长王敏辉、最新电视台董事长王国辉亲自出席，见证台湾优线电视数位化的历史。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委赵世和、嘉义市长吴敏辉、市长蔡桂熙和最新电视台董事长王国辉率领与会贵宾正式宣布，嘉义市领先全国率先完成有线电视100%数位化，向前台湾有线电视数位化进入全新的历史新页。感谢我们公司虽然是起步比别人晚，但是我们进度比别人早。在黄市长任内跟石主委的任内，我们把有线电视100%完成了。在过去20年间没有人完成的工作，我们在今年的11月14日达成的。我们创造了这个记录，也事实上证明，即使是一个南部的小小的卫星城市，凭着努力，凭着自己的巧实力跟正常的规划之下，我们相信我们可以缔造民众更好的优质服务。也希望说，在频道频宽回收情形下，我们将提供更好的物美价廉的频宽给民众使用。继去年迎获 NCC 有线电视数位普及最佳地方政府奖，嘉义市今年竟然成全国达到100%全面数位化。嘉义市长吴敏辉感谢最新有线电视投资投入数位宽频建设，和 NCC 阁有嘉义市政府做伙合作，打造数位新生活。终于在卸任的时候，我们最后这一个有线电视数位化能够达到100%，这也是全国第一个行政区域县市。第一个能够达阵的，我觉得这也展现了文明的城市进步的嘉义市所展现的真实的能量。我想这是所有的荣耀是属于大家共同努力来的，所以不要以为科技的进步，我们在南部的小乡下好像似乎这个城市做不到。现在我们用真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我们用实际的作为来展现给大家，这个认真努力而且进步的嘉义市能够达成这样的成绩，我想这是可以看到我们真真实实的软实力。NCC 主委赵世和强调，有线电视全面数位化不只是完成最后一里路，未来透过网络将各种云端服务带入家户，建设好、收拾好，进入世界的第一里路，感受全新的服务。全嘉义市至少有56000个家庭呢，可以连接到这个网络上面。不但各种服务、各种视讯，而所有的市政府所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呢，都可以直接进到家户，而民众彼此之间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联系呢，直接把世界呢带进自己的客厅，而自己也可以透过这网络连上全世界，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成果。最新有线电视公司配合着行政院数位汇流的政策，以5年的时间。合资将近10亿新台币完成有线电视数位化，现在提早2年达成完成数位化有线电视，具备包括高位置的影音、讯号接收稳定，未来可以提供互动家庭服务，包括随选视讯、线上购物、医疗咨询和公共咨询查询，结合着物联网，打造未来数位新生活。最新新闻，中央网王秀山嘉义市采访报道。